狗你遛鸽呢？啊？不不，我是说哥你遛狗呢。啊，你这狗长得可真好看，你这是什么狗？我也有一个你这样的。你这是八戒是吧？啊不不，我的是那个什么七戒还是什么？你这是博美小俊介。哦对对对，博美小俊介长得真好看。你这是男的女的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公的母的？他是弟弟。哦，他是弟弟。哦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有名字吗？你有名字吗？豆豆。哦，你叫豆豆。你长得可真好看。还是你的爸爸会在家里拉屎吗？不是，我说你爸爸会在家里拉屎，你拉狗。我们家的狗会在家拉粑粑。哦，对，是你，还是你遗传的好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说还是你哺育的好。我的意思是说就还是你养的好。狗都随主人，我不爱说话，我们家狗也很温顺。咬着我它都不爱说话。你会不会说话？会说话狗班上。我问你会不会说话？我问你会不会。